这里就是富人区标杆的斗六棒球场，同时这里也是一个低密度的从化区。今天要为您介绍即将完工的地标建案想未来，以诗意的场所为设计理念，临25米斗六五路，庭院迁对近17米，前院大面积绿化，对称依序回旋的布局，全案使用纯白诗意建筑设计打造，营造简约的全新视觉。棒球场首排建案，远眺全景山脉景观，采独特双色交织设计，产生观影变化，享万坪森林为邻，走路即可抵达棒球场。整个棒球场特区占地规模约达50公顷，临近明星学区、振兴中学以及工程国小，还有篮球场、网球场等多项设施。附近更有云林唯一的星级饭店，周围临近斗六环线，有串联双国道，地理位置更是临近未来部位发展中心部位高铁站，双城红利近在眼前，有望成为该地段地标建筑。建案采一笔窟工法，由钢筋与细筋连接成一体不中断，达真正安全自振效能。建案采用 SA 级钢筋续接器，强化钢筋结合力。斗六棒球场特区目前为规模最大的低密度住宅区，想未来是目前唯一正对棒球场的大型住宅地标大楼。全案共计规划168户住家，2户店面，全平面车位设计，前院大面积绿化，体会留下大片绿空间形态所表达的意象，享四季容颜，发现生活向度原来可以如此悠闲自在，如艺术展览的门厅，呈现一座城市观澜的观景。